是谁在发表真理来拯救人类？是谁坐在白色宝座上施行审判？是末世道成肉身的全能神发声说话来向人叩门哎，把我们从世界中带领出来哎，拯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败坏，明白真理得着捷径，活在光中，有神陪伴，有神同在，生活真幸福哎。是谁赐给咱真理生命哎？是谁给人间带来了光明哎？是亲爱的全能神，亲爱的全能神，天天说话做工在我们中间嘞。信心百倍跟随神，尽好本分见证神荣耀神哎。是谁的话语如利剑般扎心？是谁对人的爱最纯最美？是末世道成肉身的全能神，话语皆传人类，百花世之根源。我们经历神话与审判与试炼，看见神的心情就是公义圣洁，败坏心情得着捷径，有了人样提倡到神的爱，禁不住赞美神爱。是谁接近拯救了败坏人？是全能神的做工，智慧又全能，打败撒旦，成全神子民，得着了荣耀。我们蒙了拯救，真是太有福哎！看见神话与显全能，真是太奇妙哎！我们信心百倍，传扬国度福音，尽好本分见证神，爱神的